礼物来了。请问是跟他交换礼物啦？不，交换礼物。我跟你讲，阿英出代志啊，阿辉开电话讲哦，要找大家注意到产品，到处注意啦。是要出什么注意啦？绝对是跟伊啉烧酒的，啊，啉酒到比较要紧哟。无啦，你较要紧啊，你卖着急哦，我看我再转来，做真两个讲，互你惊喜包，好不？看我，看我是娃娃。我透早你是伫个餐厅无用气茶，等来告诉我，我伫个款内底搁煮物件，啊妈妈来化东化西，啊你出去，啊出来底剩我甲阿妈两个人啊相像。我讲叫咪变成你第二妈妈？哪有可能？你赶快是叫你睡啊！我规工咧无用气茶，困啊困无够眠，叫咪变黄脸婆啊！唔啦，安尼还搁嗲嗲晒身。你，阿姆哥，我袂烦恼。因为哦，我准备一个会当让你更加水，皮肤更加白泡泡、幼咪咪的礼物，你等我哦。噔噔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吃了会当较好睏，还佫会当调节荷尔蒙，你就袂变作黄脸婆啊。等你，哼，算你还佫知影人关心我。当初跟我讲哦，我嫁给你了，我什么代志拢免做呢，我只要做小奶奶就好啊，我连灶卡都拢免入去。结果呢，狗屁，打拢我。哎呦，你衫无想要洗，你就莫洗；饭无要煮，你就莫煮，为的哦，总有人会去做。你搁个少简单呢吼，我不做相子，你啊，阿什么？啊，根本不是干啥我做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吃哈，等你上床睇一下，啊，好好睏一下，等妈甲你叫，你再起来，好不？真够甜。好好好好，我卡晚才回来，做圣诞老公公，给你惊喜包哈，提好哈。我真的袂困 ，Love you。老公，你看，你看你送我这真正就好诶，我现在规个皮肤咧白泡泡又咪咪的。Oh my god！ 你敢讲你真正是阮某？你是不是迄个宇宙无敌温柔美少女？叫我白雪公主啊！白雪，白雪公主。哎、欸，老公。啊，你有送我礼物，人家也要送你礼物。水，就等你这句啊。哇！大野狼，这句无拄着小红帽，雨柔啊。哥。雨柔啊！雨柔啊！还下次礼物好啊没啊？啊，现在呢，海量拿回来哦，先回去先放买。